Yes. Oh.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拥有人鱼线的李仁宇健身教练。疫情期间呢，我相信大家可能多多少少有一点发福了 ，But don't worry， 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如何在家里跟你的同居人增加感情的运动。大家好，我是觉得在家里吃披萨吃炸鸡很肥，没关系的，有尾鱼线的照样点。想看尾鱼线吗？嗯，对。来哦，我们来分享一下几个运动。来，宝贝。第一个动作。哦哦，刺激我们的胸肌的 ，one and two and three， yes and four， and you turn five， 吸气吐气，Let's go， one。Two， 哇，对，啊，哇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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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不要不要不要，继续。Yeah, ready go. Two. OK， 够深情了。今天做的动作大家都有跟上吗？相信大家一定会越来越健康。龙姐，You OK？ 我不 OK。哦，没关系，我们回家继续。我不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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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要。